锵锵三人行，哎，这个最近有一个书朋友圈刷屏了，龙头凤尾是吧？哎，又是广告，并逢插插针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龙头凤尾这本书我已经决定去列入今年的这个读书计划。你不是说今生今世要读完的？我刚在化妆间见到文涛，第一句就是请求他把三本书还给我，不要浪费。反正你不绝望，绝望洗心了。我告诉你，最近呢，我想翻翻这本书，叫《巨婴国》的。我现在发现呢，这个管舆论哈，真的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事情，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社会。你看，先说什么书下架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发现真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已经认为，凡是说书下架，我就不想看这个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在炒作，就是我已经这么来看这个世界了。你知道中国现在有些事情啊，就是太讨厌了，就没有任何真的东西，这一点让我们觉得很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所以你是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，从此你再也看不见光明。我还拿它寻找黑暗，就是一件事情，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。比如说，但是后来又问了武志红，似乎他呢有点暧昧，就你也弄不清这书到底下架的原因是什么。大约就是像咱们发言人说的，你懂的吧？但是咱们可以看看发出来的这个公开的一个下架通知函，由我司发行的《巨婴国》一书，对吧？因质量不合格。质量不合格，现通知下架召回。哎，请各大网站、什么书店、什么什么的即刻下架，并安排退货，啊、还能退货呢？哎，对，退货事宜。啊、哎，由此带来的不便，请谅解。啊，这是磨铁出，对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要没这么一出啊，这个书知道的人还没这么多。嗯嗯。恰恰有这么一出了呢，书咱也看不着了。看不着呢，早有人把这个内容给介绍出来了。但是介绍出来这个内容让我有一个感觉啊，就是说你知道说话容易让人信呢、啊、其实是有一个技巧的。这本书呢既讲现象又讲本质。作者对于本质的推论实际是可以讨论的，对吧？但是呢有时候很大程度上你看一个书你觉得有共鸣啊，是他对现象的描述让你觉得有共鸣。比如说他讲很多中国的三口之家，最经典的就是一个怨妇，一个埋怨的焦虑极度焦虑的妻子，一个缺席的丈夫和爸爸，一个什么不安全感还是怎么着受压力的一个孩子等等。又说中国式的家庭有一种叫共生绞杀关系，就彼此之间这种共生绞杀。当他讲到这些现象的时候，哎，很多跟父母闹矛盾的人看到之后会觉得，哎呀，真是说的真是这么回事儿。但是进一步他讲到这个原因，这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了。他就说啊，他认为中国很多中国人之所以是这德行，很大程度上作者武志红老师说经过了21年的反思，其中还搭出了2年他本人的中度程度的忧郁症。他不是30多岁吗？20多年，那他说他曾经两年，哦、他曾经他当年学心理学，哦、他的本人就2年的这个抑郁症。是21年的反思，30多岁是从10岁开始思考国民性问题。国民性，他就是说啊，中国人是巨婴，嗯，巨大的这个婴儿。那而且呢，这个他说这个有人讲，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国民集体人格。假如说有一个东西叫集体人格的话，他想象的年龄比我想象的低耶。他想象，他说这个集体年龄啊，说是这个相当于婴儿1岁，不超过1岁，6个月。不是，武志红本人说，我的推论更进一步，是中国人的国民的集体人格相当于6个月以内。6个月以内就是说，但是他的推论有没有点演绎啊？他比如说，他说他举了个例子，他说这个为什么我推论中国人的这个就相当于人格相当于一个6岁的婴儿啊？六岁婴儿，弗洛伊德那一套不是讲什么口腔期、肛门期吗？他说那个时候还是口唇期。他说所以你看中华民族这么爱吃。那这我没看这个书哈，坦白讲不是因为这样下架还有谈我没有注意到，可是我刚听你这样讲。一点都不新鲜嘛，我当然很有兴趣去看，因为它让我想起70年代一本书，可是前几年在内地也有出版再版出版，是孙隆基啊，
要孙啊，孙文公的孙、啊，我想有提到过他，孙文基教授，他那个书叫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啊，他在美国教书了，在香港很红，在台湾很红。他就是说中国人的按照弗洛伊德的分歧嘛，肛门期、口腔期，什么爱区啊，停留在口腔期啊。你的肛门还排在口腔前面，你够前卫的。一般先口腔再肛门。OK， 随便了，什么期？还有性器官期。所以在龙头凤尾嘛。对，哎，龙头凤尾，再讲一遍，再讲一遍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既然不看，就要多讲。不是，佳慧，我告诉你一个无情的事实啊，这个《锵锵三人行》的这么多观众肯定都知道这本书，但是呢，现在买了的就是买了的，不是也。因为不知道，你要想一想到第二轮咋回事啊？正经的，那我就是说，听起来就跟那个第一个无甚高论嘛。这个第二个很好玩的想象力啦，什么爱吃就是口腔期。第三个当然好，我说立论跟那个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有多少的雷同哈、啊？那我听起来好玩的书了，可是我有兴趣去对比一下那雷同在哪里哈、啊？然后那肛门期，当然孙隆基是说中国人主要还是肛门期嘛，控制狂，那个东西脏的东西排泄出来要控制住，要排不排等等。没错，我现在我有就是这个感受，你就像我们锵锵三人行节目也在凤凰网播。我看到有些观众已经提了，真的是他们给我们拉那赞助，充分说明我们节目正处于肛门期的这个阶段，咋对吧？今年你要宁为鸡头不为牛后，你得提出来这个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凤凰网非常英明，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就永远是靠着肛门挣点钱，给他们自己挣点钱，我可一点都挣不着啊。所以哎，你也没有办法。我有稍微看一看这个书，我觉得说。国民性这三个字其实就不是很科学吧，比如说你说国民是什么概念，你是人在这儿出生的人，在这儿住的人，还是说只是来的人，那么它里头其实不同，你包括在中国也有不同，有各种各样的人吧，他们不一定有统一的。而这个国民性的性呢，其实性我们说是属性，那属性你的意思就是说是你专有的一种特性。那我看了看他说的有些东西其实中国人专有，比如说他说中国人都在找妈，特别讲男的嘛，什么什么妈宝男呐、啊，要妈的那个男人，他那男人也这样，就喜欢赖在家里，有妈给他去煮饭，不就他不愿意找女朋友什么也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好东西未必专属，但是有意思的是，他把就像你说，他把现象给说出来，我觉得这个现象会帮助我们去考虑说它形成的原因。你有历史的原因，有环境的原因，各种原因到底怎么造成的，这个是挺有趣的。对，还有小俊那个还有语言啊，像这些有时候写的人也没有很认真，他也知道自己我要描述一下现象然后立论哈、啊、最主要是他懂得用标题党的做法，语言句音哈、啊然后弄一些藏语纲，对啊，有很多出名的人都这样，他抓你怎么对他用这个词，抓几个 jargon 俗语 labels， 哎也好，就像以前人家说梁启超嘛，评论写出人人心中所有，人人笔下所无，对不对？你写不出来啊，我们也感觉对，好像中国是有某些现象，可是我们找不到那个词汇。对，他你知道他是怎么找的吗？他里面讲到一段，他说他想讲这个。王石和田朴珺的事儿，他说呢，他是怎么来思考这件事？你知道，我觉得就是说，我们经常看到某一种现象，大家都聊，我们常常聊一个话题，有时候你怎么样找到那根棍子，可以让你进入到这件事情的本质，对吧？他的方法是什么？他说，我闭上眼睛，想整件事情首先浮现在我面前的画面是什么？他说，关于那就是王石和这个田朴珺，他首先浮现出是田朴珺在网上有很多照片，有各种各样很有名的人啊什么的。然后他想想就觉得还是没有接受到本质。他说，我再想、再冥想、就再深层次，我浮现出来是什么？他想到了就是王石当时在微博上晒，不是给田朴珺做红烧肉嘛？他用了什么一个笨小孩、笨笨小孩？他说，哎，就这儿了，就是这个笨笨的小孩。他就说，田朴珺把男人变成了婴儿。让他们感觉到这个了，他说这个他觉得自己找到了这件事情的本质。那我想说是，他是帮助我们用一根棍子一个梯子吧，或者说看到了接触到这件事情的本质，但可能看这件事情不止一个梯子，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可能不能去忽视。他里面讲到那像那个默多克，他就说哎，那个咱们的邓小姐对对，说他也是能够邓文迪有这个本事把男人变成小孩。可是我一想，哎，恋爱当中不是都这样吗？男人是不是都有个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很舒服
觉得瞬间自己什么盔甲都放下了，都变成小孩了，不是好像其实用在其他人身上也可以吗？就你知道，就是我刚才突然想到哈，因为我主持的这个讨论很多哈，我发现呢，其实你要离得远一点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不同人说一件什么事儿，他们就像是一个观点的集贸市场，然后你要站在这个市场之外看，你就会发现啊，有很多种思维的模型。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，弗洛伊德对错是另一回事儿，但是他至少有一个模型，就是所谓的本质说，说你啊骨子里有个潜意识，潜意识呢再变成什么超我呀，再变成什么我，这就是一种你用这个东西去看问题，能发现很多说中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其实你有没有想到，本质也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模型。谁说一个东西就要有本质呢？那是你想象的。什么叫本质？比如说，甚至于当年五四的时候，鲁迅鲁爷是这方面大拿了，国民性嘛，什么民族魂，就国民性，就中国的国民性。我同意那么一篇文章里讲的，就是说，你比如鲁迅写的《阿 Q 正传》，鲁迅写的《祥林嫂》，其实这都是很好的，就是说这样一个人物的出现，他似乎对于这个民族的相当一部分性格侧面呢，有一个代表性。大家知道哦，有一种阿 Q 心理，大家知道有一种祥林嫂的心理，但是你不能拿任何一个东西当成这个民族唯一的某种所谓叫本质。比如说这个地方就讲了，说巨婴，哎，听起来可以概括很多现象。不要说他说，我都说过，就我们原来使用的词儿叫半孩人，叫半孩人。这些年很多人就讲，因为的确发现有一些中国游客的行为，我不老说嘛，我说有点像孩子。有点，其实外国人可能媒体有点贬损我们哈，但是我自己一看呢，我总有发现一种亲切感，我觉得很可乐。一到日本的公园，噌就上了树了，我就跟说，哇，我就学那个他摇那个樱花树，制造那个花语照相，我说这多像猴啊！对，前几天那个噔就翻到那个杭州一个什么个动物园里，对，把那个天鹅蛋夸叽夸叽夸叽踩碎。其实这是一种猴的行为，也其实就是说啊，返祖吗？你是不是不是？哎，我知道，就是我就说就是孩子嘛，就是他说的像这种巨婴未经教化的这个孩子。可是呢，我又觉得他是不是唯一的本质，或者说这能不能概括一个民族的丰富性？对，就你说的是本质的问题，就我觉得像一个矿井吧。下面，那我刚才说的，可能我认为下面是有个矿的，然后你说这个本质的东西，这个矿可能它都不存在。那还有一个是像他们给出的这种模型，就是梯子，它就是你能顺着往下去看到这个东西。但我刚才说可能有不止一个梯子，而更糟糕的是呢，我们大部分时候在用别人已经搭着的梯子去看这个事儿。所以我们一直是拿这个用模式来套用。所以歌辉不是歌辉了，家辉，老想歌辉。家辉今天也找来一个模型。待会儿呢，这个广告之后让家辉说一下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佳慧给我们引用一段。没有，因为刚你们讲到什么什么梯子模子哈，刚我想到说，对我来说是最重要是语言。语言，我们思考世界是用语言的嘛，维根斯坦都是这样说哈。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们世界的边界嘛。怎么说？比方说举例，你说看到那些人去日本旅行是吧，好像小孩一样的嘛。对，当你选择用小孩这个词的时候，表示你还爱他们，还认同他们，很疼他们。不然的话，其他我可以说它像猴子，猴子也有不同的说法。我们能联想到《西游记》，很亲切啊，很活泼，很精灵，可以是说不文明啊，可以说流氓、啊、野蛮人、野蛮人 （barbarian） 的野蛮人。嗯，我们用不同的语言来建立我们跟世界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不管我们是说语言什么梯子模型，还是角度哈、啊，
都可以抓到了，可以从抓到自己想要的方向。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些关于过国民性的讨论呢，我都想到去世的历史学家哈，唐德刚教授，很多著作我们都那个特别口述历史啊，张学良，还有李宗仁等等哈，他都做了。然后有个书叫《袁氏当国》，讲袁世凯。我们看看这个书的封面，是唐德刚先生的这个。这本是繁体字版的，它有内地字版的。其中一段，因为他讲到很多辛亥革命里面啊，还有抗清的牺牲的人啊，然后里面他讲到那这一段啊，很有意思了。他大概是说，我大概讲一下嘛。他说，哎，好多时候有些文人啊，就是一写到什么我们的民族文化，都说藏刚啊。啊，丑陋的中国人，这个好像一无所取啊。其实他说，哎，那假如我们这样说的话，怎么对得起历史上面千千万万好多人烈士圣贤？对啊，他们那些人啊，烈士圣贤什么那些，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些人，才能抵消有些民族败类、什么文化渣滓、什么等等等等哈。所以唐教授就说，我们不能眼睛只放在藏刚那方面，只看放到黑暗那方面，因为你这样也不公道嘛。历史上面，那你怎么解释呢？假如你说中国人都是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话，那你怎么样解释会出现另外一类的人，他们牺牲，他们伟大，他们付出哈？那我觉得这样比较公道哈。哎，你知道这个做思维的人呢、往往有一路爱好，比如说啊，特别希望这个高屋建瓴啊，就然后呢，这个势如破竹。就是你比如说过去，我发现很多思想家，大家认为我找到了唯物辩证法这个思想武器，咔嚓一下子我就能够衡量看到世界上一切的现象。以至于你看，包括爱因斯坦都有这个幻想，就我要找一个统一场论，我要找一个理论能概括从极微观到极宏观，到今天当然也没有找到，但是呢，这是一个梦。包括像黑格尔也是，康德，他们都是想找到一个概念，然后呢，可以解释一切的这个问题。我觉得国民性，你讲这个语言，哎，我最熟了，我现在觉得吧。主持多了这种谈话节目哈，我有一种虚无主义，你明白吗？比如说你，我对什么问题有观点，我的观点你可千万别当真，因为我根本对这事儿就不当真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因为看多了以后啊，我觉得我老想起啊，这个语言是个什么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中国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叫说似一物即不重。你看吧，著名哲学家叫什么维特根斯坦，他有过一句名言，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，大概意思他就是说，哎，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缄默不语，即一说话就有别人反驳你的可能。甚至在人性人的思维习惯里，我跟你说，根本就有一个好辩，好这个烦这个绝对，烦这个僵化，就是喜新厌旧的这么一种思想。比如说你看咱们几个朋友啊，胖今天他出了一个观点，哎呦，大家开始很佩服，哎，正确正确正确，最近很崇拜他。这个崇拜啊，大概延续到今天社会，大概延续两个星期之后，你注意看，反对的声音就出现了。反对的声音是必须出现的，你就是和我甚至是在这么一个立场上来看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其实我们探索真理的过程啊，就是像我原来说的，某个朝代里有个老师叫他的学生们猜一个谜语，这个谜语的谜底是什么呢？就是老头乐，他说的就是真理。他说什么是真理呢？就是说上上下下左左右右，你知道啊，人类探索真理的过程，包括人类找寻国民性的过程，就是这样一个过程。我就敢说，比如说你说是巨婴，中国人是巨婴，哎呦，真牛叉这思想，但是呢，驳倒你也很容易，就是像你说的，就是说说似一物即不重，你要一说它能概括中华民族，那肯定我能反驳你。是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这已经说得很清楚。为什么老子不愿意写下来呢？他也知道他一写下来就僵化了。但是我又得说，这个武志红老师这种呢，他又是有意义的。但他不能停止追求这个东西。所以我们大家要讨论，就是他有很，你能看到很多种角度。老实讲，他说的有些话，因为他也是做心理咨询，我觉得对于某些病例来说是有启发的，对吧？
比如说为什么是这样的妻子，为什么是这样的丈夫，对，为什么是这样的孩子。所以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看了以后，虽然好多是不，我不一定完全同意，但好多东西看了会释然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或者就是说我未必到第三天未必还同意，但第一天看我是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，你就释然。还有一个我在想，其实有一些所谓这个国民性啊，有些东西其实科学上是可以证明的。有我听说过一个实验，就是什么呢，他们把那个小老鼠给他吃花生的时候拿电击他一下，后来呢时间长他就一看到花生他就，你不用电击他就抖。那么让这只小老鼠呢，这个是一只这个母老鼠，让它生孩子，生下这个小老鼠，你给它花生它还是抖。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卵子给取出来，体外受精，放到另外一只母老鼠肚子里再生小孩，给它花生还是抖。就是基因里面是有记忆的，就是他以前妈妈的这个经历他是有记忆。为什么讲国民性，他很多时候你是觉得在历史上有一些延续的。好多时候为什么说我们就害怕强权呢，这个对于威权的这种记忆，你可能自己没经历过，但是呢一代一代基因里真的会有。我在伊朗的时候也碰到过，有的那个年轻人说，他为什么他不上街了，他一开始有上街，后来回来他说，哎，你在这里长大就知道了啊，这个东西是在记忆里面是有的，这种恐惧感。好玩呢，对，所以好多东西我在，所以现在有时候不是说冻卵子冻就那种嘛，嗯，可能就冻卵，对，他可能有时候就这个孩子可能他就会失去你当中的一段这个记忆，但是有可能是好的，就是说他不会有这些东西，但也可能是坏的，你一段经历他没有，他这个经历的卵子的时候就有记忆。对啊，我刚才说的就是吧，让那个母老鼠再把它取出来换一个肚子生，他还是会有那个看到花生就抖的那个记忆。所以那个里面非常强。跟徐静蕾说说去，别那么乐观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然后呢有人说集体主义的真相是个体的心理水平发展太低，导致大多数人的理子是破碎的，所以就必须千人一面，用共生的方式追求跟他人一样，追求跟他人融合，来把自己啊镶嵌在一个集体性的自我里等等。没有，我还是觉得立论哈，立下结论是很容易的事了。我们对于一个杯子，对于任何事情都可以立论，推论才是最难的嘛。推论哈，推论有一些容易的方法啊，你很有才华，找到一些好玩的、很爽、很爽的词汇啊，不管句音什么音这个那个哈，那也当然可以讨论关注哈。可是讨论五秒钟跟讨论一百年是两回事。因为刚讲的黑格尔的也好，马克思也好，弗洛伊德什么什么康德的，为什么我们会讨论一百年呢？因为那个东西是可以开展出来的，它真的才是一套的模型。所以你刚提到用什么一个模子梯子哈，我都觉得那个还只是一个语言而已啦，不是一个一把梯子啊。假如是一把梯子的话，真的是一个方法学。我们学了马克思那一套思考方式，黑格尔的、康德的等等的，我们可以把那个用在所有的东西，不管是中国、法国、古往今来哈，来开解那个东西的本质，而不是抓到一两个个案，然后跳出来立论，找一个很爽的语言，那是很爽快的。可是话说回来，假如这样的一套的立论还有推论，所谓推论的方式哈，能够引起那么大的注意哈，甚至下架哈，它一定是打中了某一种的社会的集体情绪，可能大家心中有某一股情绪被他那个语言敲中了，所以重点不是他怎么怎么行，是他敲中了我们心中有痛处痒处。其实有很多人写过丑陋的什么什么人，以前丑陋中国人、丑陋的韩国人、丑陋的日本人、丑陋美国人，都有人写过，而且那本就是那些书都在他们本国都是引起蛮强的这个反应。现在写那个丑陋的那个日本人的那个人呢，是一个他当时好像是日本驻阿根廷的大使还是什么，然后直接被召回国了，他是一个好像科学家以前。那么我就注意到写这类书人通常啊，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海外背景，就是说他是这个国家的人，但是通常有一些
其他国家的见闻在里面。那个人就是因为他长期在南美，他觉得在南美的这个日本人，他看到了他们在另外一个环境里这个所谓的国民性吧，就更突出。你包括写那个丑陋的韩国人，那个人是一个中国的朝鲜族，也是以前有生活在日本啊什么，哎，他们好像总是在有不同的社会的经历以后，他就多了几面镜子来照自己。我觉得是他们其实是用其他文化在看自己。是的，其实啊，我就觉得有一种啊自私，非常自私的，但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学习和吸收的方法。你比如说，我作为主持人，我有时候就觉得看少数观众的这个意见，微博底下，你有时候会发现一种思维方式。这种思维方式，我曾经想怨毛主席哈，因为是毛主席当年说是，这个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朋友，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，或者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就是有些观众，我觉得他要赞扬马家辉，他就必须伴随着批判周轶君。我觉得就是你为什么你欣赏某个嘉宾，就一定要意味着否定，就是说另一个人不好。我觉得你为什么不能都有所吸收，都有所欣赏？哎，他是这么想的，他是那么想的，丰富了你自己观察事情的角度。连我女儿都。